对，你们10月9号晚上去吃了一顿饭，而且还点了个横菜，牛魔王。对对对，少刚老师在那个时候服务你们好久了，知道吗？真的不知道，我一直在辛辛苦苦的给你们提供服务啊。他有小朋友哭了。哎，你怎么随时都哭啊？当天晚上不是这样的呀，大家看。哦，就那个服务生。他们江湖太了解一下。我们17桌有人了。有定位吗？啊，来了。17桌。来三位。来点点什么？有什么？我爱你。牛魔王。好呀。拍黄瓜吧。好啊。你这边黄瓜有什么黄瓜呀？就是一般的黄瓜。凉拌的黄瓜。可以啊。好嘞，稍等一下。完全没有发现。17号牛魔王。座位慢用。就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满意你的服务。服务不满意无所谓。后来我就退出了。你退出了。那吃的还行吗？行。有拉肚子吗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我拉了吧。哎，为什么反复问味道？当天晚上为你们服务的是米其林厨师。哦。真的。我觉得那天炸子鸡特别好吃。真的。米其林。喂，大师傅，快点，等菜呢。着什么急？那我不得炒好吗？认认真真啊！瞧，你看，那我上菜了啊！等，干嘛呀？我不得让他知道是谁做的吗？啰嗦完了没？炒得特别好。做完了，没有难度啊。还有个凉拌黄瓜，哥，看黄瓜我拿手，来，拍稀碎。